我以祷告爱自己，从十个方面为自己祷告。灵命日粮事工制作。祷告主题十：愿我荣耀主名。永恒的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生命的气息。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而失去的时间不会再重来。父啊，我不愿在虚空的世上并劳苦愁烦中虚度时光，因此求你指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，懂得善用时间，过有智慧的生活。愿我在世的时候好好发掘与使用你所赐给我的恩赐和才干，尽管面对许多的困难与挑战，但我能够屡败屡战，不轻易认输，靠着从你而来的力量，勇敢而坚定地活出属上帝儿女的身份，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当其他人看见我照着你的恩典发挥才干时，他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你。父啊，赐我力量为你而活，全心的爱你，爱己，爱人，成为你扩展国度的器皿。愿我不负此生，在离世前可以像使徒保罗那样宣告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引导你为自己祈求，又愿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你祈求。